我们发现有一个卡通的，可能不能说百分之百，但是至少可能有90%抄袭蜡笔小新哦，大嘴巴豆也一样哎，哇塞，这太像了啦！拜托你快拒绝我，就让我死心，拜托你不再追求那么死心塌地，把所有好的坏的都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秀肯同学来。俊杰，就弟弟他们今天又休息了，他们连休两天，就生日嘛，弟弟跟着一起休假，对，让我们休息一下，然后姐姐再回归这样。那开场呢，我们先问到就是大家看过蜡笔小新吗？有，而且我们之前有拍过野原新之助，那个野原广志。妮妮啊，美牙、风间、阿呆、小白。那为什么要讲到蜡笔小新呢？因为最近呢、啊，我们发现了有一个卡通呢，可能不能说百分之百，但是有可能是至少可能有90%抄袭蜡笔小新。有可能啊，我们没有说一定，但是有可能，而且、有些证据啊，然后跟画面说，哇，真的是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那这个卡通呢叫做大嘴巴嘟嘟的那个团体嘛，大嘴巴。嗯哦、不是啦，嘴巴啦。过完花后，各过各生活。我们其实有稍微看了一下，哇，画风啊，人物设定啊，甚至连配音哦。等一下我们有一段是听声音，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。Oh my god！ 大家都说马上来看，最近这个卡通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们待会儿会来看七张疑似抄袭大表情卡通画面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究竟是不是抄袭。Go。Go。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感谢棉花糖炸鸡投稿哦，谢谢。那我们来讲一下大嘴巴嘟嘟。文章来源是来自于新浪网，央视儿少频道《大嘴巴嘟嘟》是一部儿童成长的大型原创动画，以一位5岁幼儿园小朋友大嘴巴嘟嘟为主人公，聪明绝顶，有着超级模仿能力。他还有着当当、小恩、阿鱼、阿威等好友。开播以来，对于这个有强大模仿能力的嘟嘟，从央视、百度等各大论坛不断出现批评的声音，大家都认为该剧涉嫌抄袭蜡笔小新，不仅角色配音尽量模仿，连人物出身性格也很像。剧中的配乐则是来自另一部日本爆笑动画《热带雨林的爆笑生活》哦，所以很多人说这句是抄袭耶。不是只有单一个人讲，是有大堆网友呢都有在讨论这件事。好，另外跟大家补充一下，针对大家的质疑，大嘴巴嘟嘟的制作团队他们说呢，他们的配音是在台湾完成的，差不多和蜡笔小新的配音演员相似，他不一定是找原本的配音员。他认为除了配音像蜡笔小新，其他都是我们原创的。大嘴巴嘟嘟的形象场景其实都很本土化，可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找蜡笔小新的配音员吧，说台湾的。那我们等一下直接来听听看，因为我们台湾对于蜡笔小新的配音员非常的熟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网友说的抄袭的图。那我们现在看第一张，大家一起来看有没有抄袭。第一张是噔噔，左边是蜡笔小新，右边是大嘴巴嘟嘟。看一下哈，他们看同个方向，然后也都拿着一个巧克力。然后眉毛也都很粗，那巧克力吗？还是皮包？皮包吧。哦，也有可能。然后他说好像也都是5岁儿童，就是那个大嘴巴嘟嘟的那个设定也是5岁儿童。那大家可以留言第一张，你觉得是不是抄袭？对，第一张看起来好像还好。那我们来看第二张。好。3、2、1，噔噔。噔噔。他们踢足球的画面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就有点像哎、欸。左边是蜡笔小新跟风间，右边是大嘴巴嘟嘟跟他里面的角色，然后都在踢足球，然后同哎、欸、场地也一模一样，后面的背景窗户也一模一样哎、欸。可是又会想到，其实你踢足球好像就是会有这个画面哎、欸，就好像有点合理，真的蛮像的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张，3、2、1，噔噔，第三张。那在玩什么啊？轮胎吗？应该是轮胎。啊，怎么这么刚好都在玩轮胎？还刚好都是三角，然后一个人在中间哎，这个配置也太像了吧？这太像了啦！这个真的蛮像的，大家觉得呢？可以下方留言。接下来看下一张，3、2、1，噔噔。他们在玩什么？玩一样东西啊？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四个人连那个碗都一模一样哎。他们在玩什么啊？叠杯哦。四个女生跟一个男生都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。下一张是封面图喽，好，3、2、1，
噔噔，有一点不一样啦。哦，这个就比较不像，我觉得封面图比较不像。这个有点不一样。嗯，看到这里，大家可以先留言，你觉得像的加一，不像的加二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一张，噔噔噔噔，这个是他们在看书哦。大嘴巴兔也一样哎、欸，因为一样有那个纸飞机，一样在看书，然后那男生又在思考。这个颜色都一样啊！哇塞，这个太像了啦！都是往书那边看。我们再来看下一张，最后一张，3、2、1，噔噔，拿纸飞机的画面，画面背景一模一样哎、欸，向日葵吧？哎，蜡笔小新的班是不是叫做向日葵？对，后面也是窗户，然后有向日葵的图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听声音了，因为他们是说他们的配音是特别到台湾配的，那我们就来听听看，跟我们印象中的蜡笔小新声音有没有一样？3、2、1，妈，我洗了好多好多遍呢，洗发水都用完了，洗发水都用完了，这个就是台湾的蜡笔小新的配音员啊，那他的声音吧，我没记错，就他就这个声音啊，哇，哎，真的大嘴巴嘟嘟的那个配音员真的太像了 ，Oh my god。欸，我觉得如果说场景像，人物声音也像的话，那的确是，欸，为什么会那么像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听一看台湾版的蜡笔小新配音，看是同一个配音员。嗯，3、2、1，和爸爸一起下降企鹅。3、2、1。欸，我觉得很像，相似度有高达80%到90%。欸，但我不确定是不是。但的确听起来是蛮像的，因为都是有点沙哑喔喔喔的那种声音这样子。哦哦，请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听日文版的蜡笔小新。3、2、1。クリスマスプレゼントが欲しいぞ。哦，它也是类似这种腔调啦。对，就是个呃的声音。的确，三个都蛮像的。那大家听完这三个版本的声音，你觉得像不像呢？下方留言哦。如果你觉得像的加一，不像的加二。好，没错，那我们今天看完了7个抄袭蜡笔小新的卡通画面啦，疑似抄袭的，但是真的蛮像的。然后还有那个配音，他说在台湾配，但是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同个配音员这样。真的太多相似的地方。那有没有是蜡笔小新的粉丝呢？可以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，你觉得像不像？那今天我喜欢影片，记得要订阅频道、订阅 IG， 一定要追踪哦。记得听我们的新歌《半个拒绝》，我听起来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哦，不定期有会员礼跟会员聚会。好，那下期确定，下期见，拜拜 ，Let's go。记得留言哦，每一则留言我们都会看，拜拜。拜托你快拒绝我，就让我死心。拜托你。再追求那么死心塌地，把所有好的坏的都删掉， It's time to let you go， 拜托你快拒绝我，就让我死心。回头装的不在乎，其实很不安，藏着对你的爱慕，我说不出，拜托你快拒绝我，就让我死心，拜托你不再追求